松间沉轴，松胯圆裆，含胸拔背。啊，含胸拔背，在这个基础上，啊，舌顶上颚，舌顶上颚。这个角度还是很好。立身中者，舌顶上，屈膝松胯，含胸拔背，只此一式就可以让气血通畅，百脉打开，它能增加免疫力和抵抗力，可以人入境的一个过程。你们在站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前后摇摆啊，或者觉得脚膝关节酸胀，甚至会麻麻的，还会热热热的，身体可以下蹲一点，对。它是太极拳入门以及中国武术所有的武术入门的一个叫桩法，都有这个桩法。这个桩法呢，能让我们啊增加脚部，也就是下盘的力量，叫筑基。筑基。就是一个房子的基础要牢固，武术的根基要牢固，可以下蹲，啊，略略的再蹲下来，慢慢的蹲，膝关节不能超过脚尖，啊，慢慢的都可以下蹲，在任何一个高度都可以稳住身体，这样子站的时候。身上开始会冒汗，手上有没有气感？通过两个手轻轻的移动，放松，松肩沉肘，松胯圆裆，含胸拔背，虚灵顶定，找身上这种气感。尽量把身体放松，气沉丹田，沉入涌泉。好，收工啦，就可以在这种手往下按下去，放松，再慢慢的站起来，两手合起，再往下按下去，手上有没有气感？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手上有气感？在此基础上，像我刚才站一下，满头大汗就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啊，脚分开，身体下坐，这个叫人字桩，人字桩，这个叫大小的大。大小的大，啊，好，这样子也可以站一下，
好，最难站的是骨质桩，两个膝关节跟那个，像一个古代的骨子。这几个动作做好，身子正了，养成习惯了，以后打拳的时候身子是很中正的。又回到大字状，手酸了又放下来，变人字状，人字状。好，把手拉开，大字状。身体下坐，两个膝盖打开，下蹲，骨质桩，古代的骨，也可以站起来就变大字桩。好，两个手酸了，放下来休息一下，叫人字桩。好，休息好了，又把手拿起来。变大字状，好，站了，手酸了，就开始往下坐，叫古代的骨质桩。修炼的苦字，苦字桩。手放下来，人字桩，男左女右，男的左手在肚子里，右的右手搭上去，女的右手在这里，这就是人字桩。大字桩。坐下去，蹲下去，古代的骨质桩，挺累的。累了，又站起来。拉起来，伸长，两边伸长，蹲下去。站起来，手放下来，手拿起来。沉下来，然后又站起来。好，再把脚步拉开，做另外一个。放松，左移，右移，左移，年纪大的可以脚窄一点，左移，右移，左移，右移，
左移，右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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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移。右移，左移，右移，左移，右移。慢慢的，身子不能歪斜，身子要中正，只是胯关节慢慢的移动，在胯关节慢慢移动。懒叉一，勾手，单边，累了，蹲下去，再交叉手，看得清楚吗？你们，看得清楚。啊。动作能不能做得跟我差不多？尽量吧，这个勾手看得懂没有？出手，再分开，这个动作叫单变，是单变懒杂一的转换式。长期训练好，整个套路中这个有7次。交叉手，调档，下沉，好，收工，下沉。你看我做一下，全身都是汗，看到吗？看到，手臂上的汗这么多。看到了，看到了。不必要说脸上，这个基本功是很容易那个的。啊，稍微休息一下，刘德华，你把这个空调打开一下，这个空调太热了。空调，你要我把。这边不行，一直坏掉。这边开哪一个？他们那里那个开一个。好，现在还有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就是关于抱拳礼，怎么做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手刀。还有这个勾手，左右勾，这个竖起来就是斜形的，这个勾起来，这个竖起来就是单边，这个竖起来，这个手下来懒扎一。这些狮子都很那个了啊，这叫勾手。第二个就是掌太极拳的掌，掌就是我们走路的手，走路的手，走路的手，把它并拢，拇指张开，像瓦龙掌一样。瓦龙掌，两个手。水能流下去，瓦龙掌再拉开，这个叫阳掌，这个叫正掌，这个叫左右侧掌。
这叫斧掌，斧下去的掌。这个叫锤掌，锤掌。啊，这样叫顶掌，顶到上面去的。就是方向朝哪里，就叫哪里的掌。啊，方向朝哪里是哪里的掌。阳掌、扶掌、立掌、正掌、左侧掌、右侧掌。啊，这个掌是虎口是圆的，这个虎口是圆的。在太极拳的拳是在掌的基础上卷下来，再捏进来，再把食指中指扣在这上面，然后拳背是平的，看到没有，是平的，看到吧，上面也是平的，这个是前面也是平的，这小拳眼大拳眼，拇指是扣在食指和中指中间，这个拳是正面，这个整个手臂是直的，直的。我们要练一下基本的冲拳，是冲握拳，冲拳，握拳，这样冲上去，转过去，这个拳招从正面打，不动了。老师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好啊？死机了。谢老师。是不是信号不好？现在死机了，您那边死机了，不动了。
你怎么没有啊？哎，现在有声音了。喂，现在有声音，啊，刚才听不到，就是好，可以了。什么原因？好像是按道理我们这边不会哈。我这样示范，你们看得到没有？现在没有画面。没有画面吗？应该不是老师的问题，是不是播放的事情啊？对呀，我的小显示屏里有啊，你这边还有一个在录制中，什么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是要录制下来，然后要回放的。在这个 YouTube 里头可以看到回放，这个 YouTube 国内看不到。那现在我这样子你看得到吗？要不要录制重新来啊？我是我的问题还是哪儿的问题？现在我做出来有个小显示屏，看得到没有？我看不到老师，好，我看不到看老得师，到吗？我看不到老师，我看一下我啊。个人的那个显示屏里面有看得到啊。那个主持人，请聚焦到谢老师。主持人，请你聚焦到谢老师。主持人现在是聚焦到谢老师吗？我现在已经聚焦了，哦，那是好，立正，看得到，开始了是吧？但看不到啊。是啊，我看不到谢老师，完全是但黑。是我个人的视频看得到没有？你摆，我个人有个窗口的嘛，我能看到。看不到，我看不到，看你不到，问现他。在是聚焦的，对，现在是聚焦到谢老师，怎么看得到了？没看有，不到，那什么原因啊？我这边有啊，不是我也看到你，还看个一个松树，还有一个那个简单的桌子边上，我都看到了。现在有了吧？没有，谢老师那边是那个黑的，屏幕是黑的。我这边不是黑的，你这边有录制中，它也会录的吧？录制中，我不这知里道，我录制中几个字，出来录制的话，是不是能够录制？能也不能录制。合掌礼，感谢太极拳的发明人为我们发明了锻炼身体的太极拳，感谢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傅、我们的教练指导我们。训练太极拳，感谢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珍爱这非物质遗产的太极拳，练好身体，和谐社会。礼毕，看得到没有？看不到，好，是不太是极那预边备网式开步。看我不这边网到？络很清楚，是我图这边像还有清录楚？制中呢，对，图图像像清楚清楚，吗？看不声音到，听不到，声图音听像得清楚到，又看不到，图像图像看看不不到，到，我这声边音看很得清。到，好，这个图像双手抱球，无极桩。站3分钟到30分钟，身子可以放松下来，双手抬起来，收工，立正，现在做几个架式的基本功。开步。人字桩、大字桩、步字桩，累了就站起来，变大字桩，
再累了，手拿酸了，变软这种，啊，这个经常去训练，保持平衡。第二个，左右转换偏马步状，一，二，在中间，三，沉，在中间，好，在左右边，好，沉下去，在左中间。在左边看到吗？这个食指可以经常做。哎，这边什么东西显示出来？啊，做完了以后放松，下沉，游泳一，二下来，三丹田。一，手翻过来，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一，二，托，三。四按下去，一、二、三、四，好，以后再做顺了，连贯起来就可以。你们在打电脑还是干嘛？键盘的响声，滴答滴答，点击键盘。哦，对对对。还有一个一，手拿起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返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返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合掌，做云手，一、二、三，换手，一、二、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慢慢的做。像这些运动，你们跟得上没有？
单手禅师，左转，往外翻，再按下来，放到中间，再转，一，画一个圆圈，这是正面禅师，单手禅师。这个会做了，做侧面，伸出去，走侧面。正面，侧面往后面，往前面走，两个手禅师，看得到没有？做得来没有？现在能看到，好了，嗯。这个你在录音，我就按照顺序，每次都有录音是不是啊？是每次都有，但是刚才有一大段没有录上。我这样子就很程序了。这是云手。云手，那个视频里已经有了，现在有了。勾手，单边拉过来，站住，走，交叉手，揽叉一，这个架势自己要做的比较优美。以后打这个拳都是很简单的，都是通过这些基本的动作做，你看，是吧？揽叉一，勾手，单边。斜行，右斜行。野生锤，右野生锤，青龙出水，伏虎，抱虎归山，转身小擒打。像这些动作，两个脚步做好来了，这些动作都能很好的做起来。现在初练时，你们每天都要练它几遍，每个动作都要走一走，睡觉的时候想一想，啊。好，休息一下，我喝口水。
就这边看，看到什么？两个人，干嘛要用两个手机帮他看？两个号啊。帮他点啊。点赞啊。你朋友啊。有电话。老师那边现在又不动了，画面不动了，也没有声音。喂。没，有声音了。啊，现在。但是。啊，现在我又从头到尾做一遍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每个动作在家里要做十遍、二十遍，甚至一百遍、一千遍都可以。我这边就连续的这样子做好不好？老师先等一会儿，现在视频不动，我们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您做听声音，我做起来。录影的时候有没有把我录进去啊？你现在叫他回放一下吧。嗯，我这边在录影中啊，一点一个红的东西，一点一点一点。对，虽然说是在录像，但是画面不动的话，不知道他录像录得上录不上。您刚才那一套动作，哎呀。我们都看不见，太可惜了。不怕不怕，我现在再做一遍，看他录影有没有录。现在还有十几分钟嘛，我做给你看。没有，我明天在视频里放给你们，啊，放到群里去好吗？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于正，敬礼。欢迎。第二个合掌礼。感恩城市祖先创造太极拳，感恩师父、老师、教练指导我们练习太极拳。第三个，感恩兄弟姐妹一起，大家能共享太极拳。预备，开步，无极桩，在家可以站三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个狮子一定要全身放松，立身蹲正，屈气，塌腰，做完的时候可以再接连做做一个混元桩，双手抱球在心口前，身体可以往下蹲，蹲得更矮一点，啊，立身蹲正，松胯圆裆，含胸八背，虚灵止境，舌顶上额，两眼平视。好，收工的时候之前人站起来，手按下去，再手来一个半圆弧，在我们的眼前哈，往丹田上下气。好，第二个就是人字桩，人字桩站了一定的时候，就把两个手放平，就像大小的大字一样，大字桩。大字桩做了差不多了，身体有点累了，开始把膝关节下沉，臀部下蹲，像古代的骨质是不是？好，这样子也是站三五分钟。要是累了，先把两个脚站直，像大字，又回到大小的大字。好，两个手呢酸了，就把两个手放到丹田上，就像人民的人字，是不是？也这样子也可以重复的去做它。重复的去做它，重复的去做它，啊，这个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学四个游泳的动作。第一个是蛙泳，双手合掌往外前伸，再分掌往外分，好，再往下按，摸到膝关节，再合到丹田，两手合拢往前，再分走。
下沉和走，这是蛙泳。你看我做连贯的动作，做起来。好，蝶泳，往前合。蝶泳，好，再把脚分开一点，就开始手伸出去，自由泳，自由泳，就向前推掌，往眼前推掌，左右移动，好，仰泳。仰泳做完了，四个动作做好了，双手合掌，下沉。好，做云手。啊，云手连贯。手往左，重心就往左移；手往右，重心往右移。在两个脚中间的时候叫中定步，往左、右、左右云手，反云手。好。收工都要这样子。那就可以做单边抬脚，单边，但是站高低好，来叉一，走，鱼。六峰四壁，单边，懒叉一，勾手单边，啊，这样反复再去做这个狮子，交叉手，你看懒叉一，好，都是。啊，现在还可以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马步冲拳，下沉，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15、16、17、18、19、20，都是。蚕丝，左手右手正蚕丝，很像云手那样子，一个手一个。逆蚕丝，左手顺蚕丝，逆蚕丝。好。右手侧面蚕丝，左手，刘德华，小声一点。返回来，好，大蚕丝，
都是晋语方言。现在看得到没有？现在看得到。啊，现在看得到。现在你怎么又看得到了？这忽然自己变好了。啊，好，经理，欢迎，是不是啊？科长，这都会知道。开埠的无极桩吧，啊，混元桩知道了，啊。好，单手蚕丝，大字，人字，古代的古字，古字做完就做大字，大字做完就做人字，做完以后脚放宽一点，左边移，右边移。好，做完就可以做懒扎衣，单边，懒扎衣。单边是吧？做完了以后就可以做云手。好，做完了以后再放松，再下沉。好，一。四、五，好，返回来叠云，好，走，放松，现在做单手蚕丝。我刚才这个就快一点，我怕时间到了。好，走，侧面蚕丝，啊，大蚕丝。好，收工，再马步冲拳。好，收势。好，我现在打一遍拳给你看啊，打一小段，好不好？听到没有？听得到，听得到。好，走。打一小段啊，
好。看到了，老师今天打的哈哈哈！套路是哪一个套路？城市太极拳，哪一个？老将，老将。老将啊，慢慢来吧。你这套拳一定要把前面这个基本功练好。我讲个道理给你听一下，你们平时也要这一个脚站立站好，一个脚能拿起来，这个脚也站好了，这个脚能拿起来。这个手随便怎么拿，随便怎么拿，要站稳来。首先第一个，这个压腿拍脚，压腿，谁都知道压腿吧？啊，这样子讲会不会笼统了一点？但是这个在我们以前要学半年，这几个动作要学半年。天天学，重复练，是吧？你们要想学好这个拳，不管年纪大、年纪小，都要去做它。哇，你这边他们的那个训练场很大，边上这个红衣服的是谁呀、啊？这个红衣服的那个手做成这样子的，对，他是在运动场上是吧？社区运动场还是？拳馆里，红衣我服、们的红那裙子个教英语的老师，那个著名老师，的，啊、哦，这个是他 Dr. 的黄，位，他是教我啊、们跳舞的，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他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啊？他在多伦多，没有，他这个是把位这个地应该方是他是学他的校训练的，场吧，他租这么大的训练场啊，我不知几百平道，方米，很大。他们的真实烦恼。好。大概你看一下，我这样讲课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适合不适合你们那边听得懂听不懂？黄老师，我打开你的那个麦了麦了哈，那个明老师，周明老师，你好，我就是在你家里，好，我就是在家里，你家里你是家里不是是？对啊，对啊，我刚才有一个不好意那思的边地听。方，周明老师，我跟您先说明一下。刚才不好意思的地方，因为您那个演示嘛，是都是对着我们的，然后有的动作呢是左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边和两加一，所以呢我呢就背过去了，因为我是从镜子里看你的，因为我后面是镜子，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是背对着你啊，我是在镜子里看你，所以可以跟你学。不过我有一个问题，钟明老师，就是在你那个云手的时候，哦，是蚕丝的时候，你那个脚下那个侧蚕丝，从正面蚕丝转换从侧面蚕丝的时候，脚下的位置有没有变动？脚下的位置对，就是我觉得这么转过去，这脚下是不是要侧一点？那个脚动不动的？那个脚，这边那个脚，就是这边那个脚，这边过去了以后，这边脚动不动？不动，也不动，你看，这样子，啊，看到动了，对，然后我这，哎，你动了，你的脚动了，我的脚哪里动了？你那个右脚，不，你刚才从这边面这一转，你的脚好像这么动了一下，这个转你也出来了吗？啊，你肯定要有一个转动，但是这样转到这边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脚动一下？啊，知道了，知道了。脚掌怎么动？好，知道了，谢谢。侧面是脚掌怎么好，好，要这个脚是要动。好，知道了，谢谢。还有什么？我这样讲，你们能听懂吗？这么讲能听得懂。我就是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蚕丝，这个蚕丝六风四臂这些动作，是不是以后后再教，没有，还我要只是分解着慢慢的来讲？哎，对。我觉得有点快，就是一时的话，就是觉得照葫芦画瓢，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现在是这样子，我就怕你厌烦了嘛。一个动作实际上要做一万遍，你一个早上训练起码也要训练一两千遍。你像这个攻守没事就要攻，不然很多人一坐起来这个是这样子的，勾不下来。而乌克兰外长库里哈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这个长自俄罗斯没有改变其行事方式就重启俄欧峰会，这将是对欧盟对俄罗斯政策严重偏离。上一次俄欧峰会于2014年1月举行，正值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之时。同年3月，克里米亚经由全民公决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欧盟啊，这样子会看得到。差不多时间了吧？时间是已经过了。好，影响你们了哈，不好意思。不怕，大姐，你跟我微信上可以沟通，好，我能看得懂。因为像你们这样的直播，我还因为在国内像这种直播现在是很少人做，都很高级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嗯，到时候再讲嘛。啊，俄罗斯军方称对，就是说以后老师要一个一个的细讲的。好，谢谢老师。哎，好好好。俄罗斯安全再见。拜拜。关掉。一件实时警告性手机的新视频。对此，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4号报道说，这一视频驳斥了英国国防部关于英国军舰当天没有遭到警告性手机的说法。俄罗斯国防部23号称，俄罗斯军方当天在黑海水域向侵犯俄罗斯边界的英国捍卫者号驱逐舰进行了警告性射击。24号，俄罗斯安全局公布了一个俄方向捍卫者号实施警告性射击的新视频。视频中，俄罗斯海岸警卫队舰艇官员多次对英国驱逐舰进行无线电广播，要求英方改变航线。在开火前，俄方又再度向英国驱逐舰发出警告，称如果对方越过俄罗斯边界，俄方就会使用武力。